Mobhis， 你好，我是阿温，阿温是我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。通常薛之谦的歌都有他很明显的鲜明的薛之谦的风格，尤其是抒情歌，但因为老薛他是创作人，偶尔也会推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。这首歌歌名是解解闷，就很不一样了。在编曲方面、制作方面、薛之谦的演绎方面，还有歌词，都展现了跟以往不同的风格。编曲有一种迷幻还有动感的感觉，加入了电子乐器。MV 也是一种现代感的视觉效果，歌词也是他写的，依旧是以幽默还有讽刺的方式，敏锐地分享他的一些观察，对于人性、对于社会。通过解解闷，我们听的时候也可以一种宣泄。本周专业推荐，薛之谦解解闷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所以说这首歌曲已经是用了新的一种感觉，就是可能在编曲啊、制作啊、演唱啊。都有就是迷幻跟一些动感一点点，就是加入了电子的元素，电子乐的这个元素，但是有它是要触摇，就是那一种你知道，就是遮不住盖不掉的薛之谦的风格在里头。姐姐们，来自薛之谦的新歌，希望你会喜欢。稍回来我们在 My FM 让你听见 Alin 不简单的我们。最有恨的传说的故事，你是否能够平凡生活。
就是猫城，国庆96.9 FM 好玩。我知道爱呀情呀不简单啊，总有点错综复杂，时间和我们一样不离不停，让人措手不及啊。我知道爱呀恨呀不容易啊，总有点风雨交加，情绪和我们一样走走停停，让人心沉溺于啊。就像推动世界运转的引擎，你就是不离不弃我心中的英雄。风景，到雾中抓住你。